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eep 吴浩康。咁嚟紧我会有我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。咁同埋而家咧都已经派咗我嘅最新作品较早前录影啦。咁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嘅歌。咁同埋希望喺12月9日同埋10日咧可以见到大家喺我嘅演唱会嗰度。演唱会而家系准备得七七八八又未，但系就好多好多前期嘅工作都开始紧咯。例如舞就未開始排，但係就開始同排舞老師去練緊跳舞啦。咁我自己狀態上高嘅準備啦，做運動啦。呢一個又係一個好重點嘅工作啦。咁跟住宣傳緊，咁同埋喺 run down 裡面，我哋就開始做緊功夫啦。咁我就呢排喺度，因為我今次都想喺我會有一 part Melly 嘅歌，咁我而家都希望係自己去編翻，咁我就都喺度編排緊。我就好想咯，咁但系製作單位話你準備好先啦，即系你準備咗喺度，我哋到時再去睇咯。呢個係我都想去做嘅一件事。係啊，同埋想即係好觀眾，我自己做觀眾嘅時候，如果有一啲其他嘅演員啊，或者一啲前輩啊，一啲其他嘅藝人啊，咁去操咗自己嘅身形，我自己都會覺得，係容易啲被感動。我睇到佢好有誠意喎，咁我都希望觀眾感受到我嘅誠意。咁有冇話請咩嘉賓去為你撐場？嘉賓唔講得，不過都可以講一個一定會嚟嘅，就係closer 係，但因為我自己嘅心愿嚟，我都好多谢呢几位兄弟。Closer 系我自己之前对 band， 咁其他成员，因为喺我哋分开去独立发个别发展嘅时候，大家都有一个约定嘅，希望我哋自己各自喺音乐上面，如果有一啲 show 或者一啲平台、一啲舞台嘅话，都会揾翻大家一齐嚟去玩。咁所以我都好开心，今次可以再喺舞台上面同一班兄弟再玩过。氣氛同個氣温都好正，真係每一次去做一個，我之前我會形容呢件事為 busking 啦。其實而家有少少係似出咗街做個網上嘅 live 啦。咁喺一個戶外嘅 live 度做，仲有埋現場觀眾，喺技術上高，我遇到好多問題啊。咁但係所有嘢都值得嘅，因為氣氛真係好好。而好多朋友真係特登出嚟支持，所以令到我自己都好大嘅鼓勵。咁所以如果大家係中意我嘅歌嘅，咁有時間嘅，咁當然邀請大家去買飛睇我演唱會啦。如果係真係冇時間嘅，唔緊要黐翻住點禮數，大家會可以睇得翻你哋想聽嘅歌。